台湾限定版要展现一些台湾的精神。是，台湾是一个很多山、很漂亮的环境。嗯，最高的山是什么？玉山。它的门槛上就有一个，这里还有几个特殊的按钮，你可以手动把它升起来。哦，其实时速96公里，它就会把它升起来，对，还自动升起来。有，我现在看到，有没有？这个是非常的帅气啊。